大家好啊，今天呢小进在西班牙的国民超市麦克多纳来逛一逛，然后我发现西班牙这边不光是物价便宜啊，最关键的是它这个东西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啊，我一下子就感觉我如果在西班牙的话能创作出好多不同的菜式来。鸡爪这里可以买得到，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普通的牛肉啊什么的，然后这里可以买得到牛肚，然后是这里可以买得到羊腰子啊，这个 cordero 就是西班牙语里羊的意思，这个是羊的腰子。哇，我瞬间就想吃这个烤的油包腰子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咱们再来看一看这边。也是鸡肉的各种部位都有啊，有这种黄颜色的，也有这种颜色稍微粉一些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排骨啊，里脊肉啊，肘子呀，甚至还有这个整只的兔子卖啊，这么一只兔子是6欧元，我觉得还挺便宜的，虽然说我觉得兔肉做出来并不好吃吧。这边的速冻区呢都是一些比较平常的肉类，鸡腿啊啊什么的，但是这个就比较酷炫了，有没有看出来这是什么？整只的小乳猪啊，一只是2.4公斤，22.44欧。虽然小静暂时还没有想出来怎么做，哇，不过看着就好有食欲，有没有？